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背种我上热榜元神，他们都在出众头戏，将变成元铁明三友打架。元神调香师立会，专武为长柄武器，秒变武器大师，4.7可获原石汇种。元神满面五星直接拿，全新优化来了，后续活动提前看。5月28日这一天，爱游圈的玩家的突然发现，如果你在相应的贴吧里发出或者打出知识雪豹这关键词，文字就会转变成一些莫名其妙的图片。起初大家都没上心，因为此现象是从凌晨0点出现，但当玩家发现不对的时候，舆情已经波及开来。为啥发知识雪豹会自动变成一张图，开始顶楼，进而导致很多人疑惑与好奇，从而导致元神、星铁、明朝等3个贴吧知识雪豹彻底的刷屏，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打出关键字，甚至奔涌相告，形成新的舆情闹事。截止到中午，也没人理清此次文字自动变成图的起因与经过。虽然不少玩家跑去质问明朝是不是故意宣发吸引不知情玩家入坑，但没有得到回应，反而看到了官方新的公告，明朝持续18天的首个活动给360新生的奖励。也有人猜测就是贴吧自己整活的，因为近期明朝的知识雪豹热度居高不下，有人想蹭流。当然这些都是猜测与揣摩，那么明朝的知识雪豹的游戏梗是什么？原来明朝游戏内测时有一角色设计出版是雪豹人设，但角色剧情不讨喜，尤其是剧情文案等问题被玩家所诟病，经由玩家反馈意见给官方，希望将其角色删除。虽然公测时已经将其人设形象完全重塑修改为羚羊，但是因为之前舆情的泛滥，以及玩家对人设第一印象中剧情的隔应，加上在开服常驻池中很多人抽取到了羚羊而破防，引起了不必要知识雪豹节奏。可以说对于大部分明朝玩家来说，雪豹就是个敏感词，只是谁都没料到在明朝在各种补救的诚恳态度、运营逐渐回暖、流水微上扬的当下，二游的热门贴吧陆续出现了打出雪豹关键词会自动变成一张图这档子事。酷洛会有什么措施反制？会是贴吧某人蹭热度的整活吗？还是背后有其他推手？我们不知道，看不透。就像说过的那样，事件更没定论，但近期的明朝舆情变化实在是快，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很难想象后续发酵成什么样子。原神 4.7 版本前瞻已结束，根据前瞻 PV 内容来看，但因是雷布归来，双子重逢，不过怎么看都感觉两人之间会有刀子。不管怎么说，新的剧情已经吊起旅行者胃口，至于官方会以怎样的方式展现，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可以先来看由 UP 主兵是真的菜 QAQ 制作的6月大事件整理图。根据时间的安排，如果艾美丽 I 进入卡时的话，那么在6月3日就会放出新角色的相关例会， 4.7 下半将会在6月25日开启，同时还有西格文的传说任务。另外比较重要的日子则是7月5日的 4.8 前瞻，推测还会有纳塔的消息。虽然这期间也有活动上线，毕竟是版本末期，预计又会是一个长草期。然后来说一下调香师的一些新信息，目前并没有调香师真正的例会或者是建模，大家只能够根据文本信息进行猜测。近期有人表示艾美丽埃是黄毛外加眼镜，目前舅舅未确定，所以可能并非是这个模样，请各位旅行者不要擅自期待。有关武器的设计问题，很有可能会是长柄武器，看了一圈评论，玩家都以为会是法器，毕竟可以设计成香水瓶或者是奇怪的装饰进行攻击。如果是长柄武器的话，怕不是提个灯笼了吧。装武主持调为 33.1% 暴击率加608攻击力，也就是说调香师属于偏向于吃攻击力的攻击草。虽然舅舅没有表示第二期混池什么时候开，但预计在 4.8 到 5.0 这个两个版本之间就会开启了，希望混池中有夜兰、胡桃、深鹤，具体安排可以等一下官方的消息。官方在前瞻结尾放出的纳塔消息真的非常吸睛，通过视频我们也了解到了纳塔的全新玩法，玩家可以利用各位龙类进行地图探索。不过官方只展示了3种龙类，预计后面还会有火龙、雷龙、飞龙，对应已经开启的6种元素，就是不知道这些龙能不能养在成歌湖中。如今的内鬼真是无路可走，也有些反复横跳，这或许他们最后的手段吧。大家应该察觉到自3月份开始，元神对泄密力度的严惩，进而促使爆料内容愈发稀少，内鬼们的逃窜已成事实。这对玩家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是对爆料者来说则是打击和挣扎。官方对内鬼冒头就打，毫不留情，他们只能说着，但似乎又舍不得高涨的流量，只能放出一些小料，不断模糊化信息，匿名营锁起来，临时整出些话题。正是这类莫名其妙的放料，把他们的精准战绩快打没了。我们看到很多内疚为了蹭流都在虚拟内容因为消息，居然敢给出3、4版的不同内容，
例如近期的4月8日吊箱式爆料就一直在变，从一开始的废稿不确定，到推文披露提出魔女系列角色，再到外貌描述，最后又全盘否定说吊箱式会在最初的几个废稿设计中直接选出一版上线，原神的废稿不改了，现今又有新说辞，已经确定 4.7 吊箱式是这一版了。跳糖的厉害，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改了3次爆料的口风，这很能说明了几个细节，内鬼是真的没招了，挖不到原神的新消息，只能想尽办法糊弄。为什么挖不到？原神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管理，并加大了追责与惩戒力度。之前绝区零泄密事情，给官方后续运营造成诸多影响，也让其认识到舆情环境的重要，所以对泄密行为不再容忍，也不会再次小打小闹。因为困难不是裹足不前的理由，全面优化和整理爆料环境，该揪出来的全部揪出。原神已经在进行着。后期原神二爆料社区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平稳与消退期，这将是一件好事。另一边，玩家对6月的二游角色时有着高乐意，因为6月份原神将出克洛琳的角色，星铁将出流萤角色，明朝则出银铃角色，这三个全是现目前二游圈搜索度、话题度以及游戏内人气最高的角色。原神的克洛琳德被誉为版本最炫角色，一经曝光整整两次登顶国内外热度榜，星铁的流萤成为了二游四五月话题最高、二创攀升榜前列角色，甚至在流萤官宣例会发布时曾创下推文110,000赞率的超高人气成绩。这两个角色基本被玩家钦定为米池收捞流水的利器。之所以把明朝的银铃算进来，是因为明朝的热度在各社区开始缓慢追赶原神，而在调研与推文上银铃等关键词剧增，加上近期明朝流水罕见出现回暖，风评在变化，趋势度是不断上升，所以按照舆情的意思，明朝六月的新角色将是该游戏的翻身仗，可能会吃下米家新版本的部分流量与红利。要知道如今的二游玩家是此消彼长，简单的说是左手倒右手，哪家的角色符合玩家喜好便会奔涌去哪。三游三池三角色同时挤在暑假档期间，厂商的算盘打得叮当响，可也对玩家的钱包不友好。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